今天是礼拜天，天气还挺暖的，可以看到这，我已经把它树根啊、杂草什么的全扫完了，这里还剩下一些，这大的木头没扫完，这下面全都是草木灰，但是前两天下雨了，这草木灰给淋湿了，本来这是给花呀、这草的很好的肥料，我现在就等它晒干了之后再把它弄起来。今天第一件事的话，就是把这木头移到这边来，因为到时候又从这边开始烧，这边有一些木头没有烧干净，所以说到时候，把这里再重新点火。好，我现在就把这个木头给移过来啊。我把这个木头移到一起了，然后把这个墙弄低了点，到时候这边要垫高，我也不知道垫多少高。反正要垫挺高的，所以说需要好多泥啊，我也不知道这层泥从哪来。到时候这里弄上一堆，也要把它烧掉。另外，我把这个菜园里的树叶清理了一下，准备开始挖吧。挖的时候的话，就是因为这个土要把它移走，要不然你一下堆到一起的话，你就不好挖。所以说要把这个树叶给清走。今天看看吧，看能干多少吧，一点一点的干，实在是体力活呀。我们这已经算是放寒假了，但是昨天我休息了一天，确实是，就是浑浑噩噩的，吃完就睡，睡完就吃。感觉没啥意思，所以说今天礼拜天继续再干一点，能干多少是多少吧，闲不下来。有的时候我挖这个挖累了，我就去拔点草啊。你看这上面，这是刚才我拔的草，反正就是调节调节自己吧。反正养这个草啊，真的是挺费劲的，里面有杂草，不是很多，但是小的你要。我又不想用那个杀草剂，因为怕把这个草杀死。虽然说我买的那种就是专门杀杂草的，但是说是不会把草杀死，但是我那边之前喷了之后，就是那个草还是会黄掉。所以说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拔吧，就是调节调节一下自己，一天拔一点，一天拔点，总是这个活的话就这么多是吧？但是。一点干一点干，它总会一天天少的。就像这个菜园也是，一天干一点，一天干点，除了人除了也挺好的，就是身体至少不会垮掉，是吧？好了，我今天先开始挖先，挖一点，然后如果挖不动了，我可能就是因为我那个水箱里面有好多水嘛，我想把它用掉，可能就去洗房子去了，用高压水枪洗房子，洗完之后就准备过圣诞节了。好嘞，接着干。哎，今天这活不好干，挖了大概两车的那个树根吧。因为这个地是湿的，站在那的话就容易陷下去。你可以看到下面是水，所以说站在这鞋子会很脏。这个活有点真的不太好干。所以说今天可能挖树根就这样吧，也不太好挖，但是弄得身上很脏。我刚才用这个就是我这个电锯啊，把这里的杂草那个小的树的话再砍了一些，因为这遮挡了阳光嘛，到时候我这个花长得不大。这里砍了一棵树，我打算的话，这棵树是拿来，就这棵，挺大的。这棵树到时候我看查一下，放在那个风阳台上面去，把它底下顶住。这根木头应该能值个十几块钱吧。然后把这些小的树全砍掉，到时候全烧掉，因为这个遮住阳光一点都不好。感觉这里面阴森森的，等我到时候把那两棵也砍掉吧，这个太不好，把阳光全遮住了。
遮住了之后，这些花草啊基本上就长不大。那下午的打算的话，就是去把那个水箱的水用完，然后去洗墙去，然后买我之前买的那个就是 guard， 就是专门保护那个就是排水雨水雨水管道的那东西，我也再把它铺上。还剩下一卷，之前买了两卷。好嘞，接下来就开始把水管给接好。我们现在把这边，就是这个一小段的话先弄完。楼梯已经架上了，我们现在上去了，看看有没有脏东西在上面。这里面有，不是很多。通常来说的话，这边因为离那个树林子远嘛，通常会比较少，但是还是有一些。今天把它清理出来，然后把这个盖子架上就可以了。好，先把它清理出来。这样树叶已经清理完了，然后这个高的高的然后已经放上去了。这是没有那种撑子的，就希望能把这个大的树叶能过滤掉，但是这个小的这个就过滤不掉，就到时候还得爬上来要清理一次。好，这就是这边的已经弄完了。那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楼梯可以有点应该有点太短了，那边已经满了，这树叶估计你们看不清楚，我到时候还得去借邻居家的梯子。好，我一会儿把另外一边弄完。这边已经弄完了，但是那边的话也太高了，我没有人扶楼梯，所以说我就不太敢弄了。接下来我就是想把这个墙洗一下。你看这个水已经接好了，就直接连接到水箱。现在两个水箱的话大概都是75%的容量吧，就这两个。我就想把它用完了，因为冬天的话不太用水，放在里面也是结冰，所以说就拿来洗墙。洗完墙的话如果用不完的话就直接把它放掉了，把水箱空出来，等春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那就开始蓄雨水。好，现在就要开始洗墙。我们这洗完了这一点点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。接下来的话继续洗，趁着今天天气还可以，也是在圣诞节之前把这个房子刚刚洗完了，这是剩下的一面。I've 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. But all will be okay,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.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, way back a year ago.I'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is time.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be fine. I strive just to say I'm alright.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I'm alright. I've 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As they were a year ago. But all will be okay,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.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. Wait. 洗了不到一半的墙吧。现在很冷了，傍晚了，头发全湿了，身上有点湿，所以说今天就到这了。最后的话看一下
就是这个 God， 就是看看他的工作怎么样。OK， 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次上面有几根松树，你看这个，我拿了那个 bridge， 就是买的这个 bridge， 你看这上面，这就干干净净的，这有一点小的那个树叶落进去，现在就大的树叶是落不进来。你看这边基本上就没有树叶进来了，只有一些小的在这边，就是到时候如果封顶的话，这里面还要留个窗呢，就偶尔的话还得这个把这小的清理出来。这就是省钱的一个东西了，就七八块钱一卷吧，然后当时要加上那个 bridge 的话就要十几块钱了。这一下子这一条的话就用了一卷，还不够。哎，夕阳，看一下夕阳，今天有点打酱油啊，这菜园子根本就没弄多少。好嘞，这就是今天的视频，拜拜。